跪，拜，给主人请安。小的李唐，有力气也认识几个字，你要什么吩咐，尽管使唤便是。有劳了，奴婢是知月，她是冉云，奴婢二人负责照顾主子的日常起居。东林。哦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我吧，我这么好看了，我胖点，我没事的。以后大家日日相见，都不必多礼。起来吧。谢主人。主人的行李，小的会安排妥当。您要还有什么吩咐，小的这就去办。倒真有几件事，请夫人吩咐。第一件，公子虽赐了我连威居，可我这位分依旧是婢妾。算不得主，往后这称呼上还是按规矩来，以免落人闲话。是姑娘。第二件，我以前的事想必大家都已经听说了，这各房各院想瞒也是瞒不住的。既然之后我们都是一家人，难免你们会有护主之心，要是在外面听见有人在背后议论我，我们一定全力护着姑娘的。你们一定不能管。为什么？我堂堂正正，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，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，我只是不愿你们跟着我一起受辱。明白。还有这最后一件，在这连威居没有人把你们当成奴仆，你们自己更不可以。我不要求忠心，也不勉强去留，一切只凭一个心字，绝无怪罪，永不勉强。东林，帮大家收拾一下吧。是，小姐。哦不，姑娘。你要改不过来就不必改了，你叫着别扭，我听着也别扭。六儿，去帮着把行李收拾一下。是。我没听错吧？我们当奴婢也有些年头了，伺候的人也不少，可这样的要求，从来都没听说过。这当主子的都希望奴才忠心，但是呢，谁都知道忠心不是被逼出来的。真是又媚又霸气呀，难怪公子喜欢他。可惜呀，就有一点儿不够好。太瘦了。连姑娘还有什么需要，小人这就去回了公子。不必了，公子的伤还没大好，姚夫人那边也需要安顿，就别再让。公子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待？这整个公子邸都是我的。哎呀，你看你看，这个词多粗多粗啊！回去把我那一套君瑶替花海棠红给拿过来。是公子，马上就去。哎，等，怎么就一个枕头呢？而且这被子一看就不够软，扔了，换新的。是公子，小人马上就去。行了，什么都不用拿，先下去吧。公子胡闹也得有个边儿啊。什么胡闹，用千里良驹换来的宝贝当然得好好的供着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贺连信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女人。公子对自己的女人还真是好啊。就在公子最为难的时候，稳稳当当的送上了一级大台阶。
你这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？公子荣的下方尔阁按兵不动，又怎会容不下灰公子之死？过去的事情再怎么痛苦，毕竟已经过去了。什么都没有未来重要。公子不是听得糊涂，而是心比耳朵听得更远。 丫头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女人越聪明，男人躲得越远？公子想躲。是，但我更想做一件事。是什么？让你失望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进了公子邸，事事都能够如你的意。别忘了，你是我的女人。 以后你每日都要陪我用膳下棋，研墨读书，沐浴伴寝。公子，我们是君子协定，你承诺不碰婢妾的。君子？谁是君子？你是女子，我更加不是什么君子。别挑战我，或许你越躲，我就越有兴趣。丫头，死了这条心吧，这水里不是蛇就是鳄鱼。 你还是乖乖的待在我这条船上吧。嗯，啊，从明天开始，没我命令不许出门。小姐，公子不是真的想把你禁足吧？不出门也好，他自有考量，别担心了。 可怜心心怀百姓，必能成为曲梁明珠。只是这穆寒瑶阴险狠毒，穆家又势力庞大，迟早会伤及可怜心。夫人，听说这洛青莲刚来就被公子给关了起来，不像夫人有了身孕，天天都有赏赐。 您是没看到那狄夫人的脸色难看的跟什么似的。公子真把洛青莲给禁足了，那今天还整整一年呢。上次洛青莲逃跑又被公子逮个正着，碍于王爷，公子有气也只能忍着。就好比今日虽赐了她莲微居，可下人都是最差的，个个不知变通，没有一个是夫人喜欢的。 就这么把他关起来了，他在父亲面前的作用可是大得很。此次他护我有功，乱了世子的计划，又在父亲面前大出风头，受到赏识。现在这府中上下都对他虎视眈眈，一个之前从来不知府中深浅的人，想要在这儿活下去，就必须先学会等待。 你就不怕他关得太久，憋出病来？他不会的。姑娘，你画画呀，画花鸟鱼虫。我要画的不是花鸟鱼虫，而是这公子邸的人心。 你们三个，谁在这府上的时间最长，谁跟的夫人最多？回姑娘，我们三个都不善逢迎。
自然没有夫人喜欢，所以都是来这儿时间最长的下人，也是跟过夫人最多的。原来公子分这些下人给我时，便料到了今日。李唐，在。你既在此多年，对曾经发生的事情一定是最清楚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需要你一件一件把事情都给我讲清楚，我不要有一丝遗漏。是。芷月，奴婢在。你跟过几位夫人，对几位夫人的脾气秉性也了解几分，他们是凶是恶，与谁交好，喜欢穿什么衣裳，养过几条狗，我都要了如指掌。是，奴婢一定知无不言。东篱，总算轮到奴婢了，小姐快说。你负责大家的饮食起居，是府上唯一一个可以和外界联系的人。你需要对各房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严格的监管，有错过任何的风吹草动，我唯你是问。小姐放心，包在奴婢身上。冉云怎么了？大家都有用，我没用吗？谁说你没用啊？什么用啊？吃啊。吃？吃可没那么简单，有的食物补人，有的食物可以要人命。形色气味，我需要你教我一一分辨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奴婢啊，一定帮姑娘全都吃完。哦，不是，我的意思都是辨别清楚，这是我最擅长的。一年的时间可以做很多事。孟海瑶，这公子邸没有谁永远说了算，只有谁更擅长一件事。小姐，不好了，王府差人来请公子。王府出事了。那你偷偷摸摸的在干嘛？停停停停！娘，我苏南春，苏南春，苏南春。你好久不见。苏南春，怎么是你啊？那还能是谁呀？公子有命，让我请莲姑娘速去王府。王府啊？可我们不是被禁足了一年吗？这才五个月，难道是解了？公子吩咐了，自然就是解了。东篱姑娘，十万火急，十万火急，你赶紧去通报一声啊！快去。那不行，禁足令可是公子自己下的，要不您再去请示请示。吴奶奶，我求求你了，别再跟我磨叽了好吗？赶紧请莲姑娘出来梳妆打扮，跟想请路上说，不是十万火急吗？快走。哦，梁姑娘，这朗月阁还是没有变。屋子是没变，可人就不一样了。姚夫人的身孕已经快八个月了，还有莫夫人。保胎虽然保得比较辛苦吧，可总算也要临盆了。梁姑娘，天快亮了，咱们快些走。
莲姑娘。你再忍忍，忍，还要忍到什么时候？夫人，奴婢刚才回来路上看到莲姑娘了。你说什么？她不是在拜静族吗？是啊，可奴婢确实是看到她跟苏南春两个人急匆匆的，像要出去做什么事情。奴婢还捡到了这个。听说王府最近出了事儿，谁都知道他在王爷面前说得上话。难道公子为此解了他的禁足？这消息，恐怕穆海瑶还不知道。你们说，他这么恨罗青莲？要是他知道这个消息，会怎么样呢？丫头，别来无恙啊。婢妾倒是无恙，公子却是有恙，否则婢妾也不会在这里。看破不说，说破才无毒，公子。哇，这么聪明的丫头，到底是哪个不解风情的舍得管你这么久？久吗？我倒觉得没有公子演的戏久。不说。哎呀，好，来给你，这样好，这样。哎，慢点，小心小心，慢点慢点慢点跑。来，别摔着，抱抱抱抱。来了。我想。哎呦呦呦呦，父亲，坐吧。抓蝴蝶，喝点茶。早春料峭，这芳芬园中还是很凉，王爷要小心身子。芳芬园再凉，哪凉得过曲梁河的水啊？哎，宝宝他们总是好的，是吧，老三？你把青莲带过来，难道不是为了那个？收缴倩影的事儿，什么都瞒不过父亲。儿子自然是心疼曲梁河的难民，但是父亲，你也知道儿子的斤两，我只担心不但帮不上忙，还会误事呢。青莲，你认为老三能办得好吗？奴婢觉得能办好。为什么？啊，因为，公子是王爷的儿子。这个差事可大可小，公子若是办不好，岂不得罪整个曲梁？王爷是公子的父亲，不会让他落到如此境地的。所以奴婢觉得，公子能办好。你这个性子啊，像极了福儿。聪明里带着刁钻，这抖机灵都不让人讨厌。小心点啊！进来，来，我的，我的。两位小公子，王爷在谈事儿，小声点儿。咱们小声点儿吧。来，快来。你怎么不去啊？接着，我力气小，抢不过他们。
哦，不可以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啊！贺家的子孙没有怕的，去，去跟他们抢去。哎呦，这个怎么办点？好，太高了！来来来，传过来！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！哎，接着，给我！青莲，老三对你怎么样？ 好极了，那我怎么听说他把你禁足足足禁了5个月，这也叫好啊？谁说禁足就是不好啊？奴婢在这5个月里学到的东西，怕是比5年还要多。 父亲期待的心，儿子不敢辜负；儿子一定尽全力收缴欠银，为曲梁的难民谋福。为父亲分忧。公子叫婢妾来求王爷改变心意，怎么自己却先变了？警方嬷嬷专门教过你父亲的脾气秉性，这次呢？ 父亲让我收缴欠银，你可猜得到其用意？我也猜不出，但总觉得另有深意。好，从来都不是只有一种。不是只有一种。公子是觉得这差事未必是坏事。我就希望我没有赌错，嫌公子已经漏了馅儿，做不成了。 要是得罪了官员，这下我可真成孤军了。公子，昨夜雨那么大，花瓣打落满地，可树上依旧是繁花似锦，剩下的才是公子所需要的。你是在鼓励我？婢妾刚才说。 相信公子能办成，虽说也是说服王爷的话，却也未必不是实话。是谁总说我薄情啊？怎么突然就变了？因为公子心中装着百姓，公子心里有装着百姓的气魄，就永远做不成孤军。 你说什么？奴婢说，有人看见莲姑娘被放出来了。怎么可能？才5个月。我们夫人也是这么说的。行了，你回去告诉你夫人，让她好好安胎。我会问清楚的。是，那奴婢就先告退了。 夫人，你走慢一些，千万别动了胎气啊！公子心里满满都是那个人，哪还有这个孩子？夫人，你千万别多虑，公子的大爷还得仰仗穆家，怎么可能不把您放心上呢？你说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公子喜欢我是因为穆家？奴婢不是这个意思，公子喜欢的当然是夫人，公子就只喜欢夫人。 夫人怎么了？夫人摔倒了。
快叫着！夫人，小心，慢点，夫人，站住！玉，啊，你干什么？都是我的人了，还扭捏什么呀？谁是你的人？就喜欢你嘴硬的样子。好啊，我要去办公差了，这几天别乱跑啊，乖乖的在临危区等我啊。啊？乖乖的等我。就警方嬷嬷专门教过你父亲的脾气秉性，这次呢，父亲让我去治水，你可猜得到奇遇？他对我寄予厚望，我却无能为力。警方嬷嬷，你可否告诉我，王爷究竟在想什么？小姐，